广州 W 酒店 hit 爆开幕。上星期五，出名 hit 的 W 酒店正式落户广州，举行了个记招，请来国内外传媒出席。这间全新的 W 抢先在北京和上海店之前开幕，全栋建筑物总共有317个房间，有三间餐厅、酒吧、雪卡巴、室内泳池、健身室和 SPA 等等，五星设备应有尽有。房间一贯 W 风格，放了不少别致艺术摆设，而广州 W 的层次就明显加入了不少东方色彩了。基本客房面积大约400几尺，设计简约，不过略嫌保守了些，没以往咁有型有架。不过有齐书台、浴缸和衣帽间，设备尚算齐全。记招之后，大会就在地库停车场搞了个地下 party， 有香港 W 酒店的驻场 DJ Angus Wong 和 DJ Miss Yellow 打碟，为 party 升温啊！